刚刚剪完的这一个动作就已经表明了你正式加入了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个 party 啊。好，我们这个 party 的 slogan 叫做幸运大转盘，不来白不来。就是这个礼物呢，你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听不进去了。但你只有三次机会，你看我旁边礼物有1、6、7号。Ready go！ 10秒内，好，我要计时吗？这什么？这礼物吗？对，我发现了就。这个是亲爱的唯一们给你送的礼物，哦、对，一下吸引到我的注意。我本来是想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比心动作，想多了，有意外收获、哎。我们是不会给你作弊的机会的。预备，开始。3、4、5。哦，五了。还有一个。10。哎，行。这算吗？6了是吧？算吧。最后你要答最后一个答案，这种氛围，这种悬念的氛围。啊对，你可能看它里面最多是吧？看它外面是个拼图，我比较喜欢。咱们今年也是下了血本了，斥巨资。哎，所以说只能7选3。你也可以先拆一拆。那怎么办啊？不是最近也你把它拆吗？拆吧。可以拆了吗？可以了。哇哦，这个我喜欢，猫山王的脸。好，我明天睡觉要上车睡觉再回来。挺好的，你最爱的，这次都是正儿八经的礼物。对，这次一定都是你爱的，就是让你的榴莲味儿的一样，噩梦不再重演。想吃榴莲是什么样子？感觉它的声音是不是听起来很刺激？口气清新糖。那你小看我们吧。就是口气清新糖，我刚已经以前送我练习本期的版本，我现在送我本期准备的道具是吗？哇，大理石的包装，生日快乐！让我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期待一下。你要给我个谁说今年都是什么认真的礼物？刚才是有人说是吧？他是认真准备的礼物。怎么了嘛？刚刚已经有提到这个词，叫最刺激。哦、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强忍笑意，笑场的时候吃一片。嗯。消除烦恼片。嗯。这是你们最棒的吗？你觉得你最需要哪个？我们可以再买一份送你。这个。可能想要。就是想吃它。好吃是吗？我都读一遍吗？单身狗粮，梦想生日丸。这个希望生日快乐吧。但这个每天都是生日啊，每天生日每天都很快乐啊。哇、哦，还挺好吃。我再吃两。我感觉是只需要补充能量。哎呀，这直接是饿着的。好，开心了。嗯。这是我最喜欢的包装纸。这么轻。看看里面是不是你最喜欢的礼物。表情感觉看起来不是很满意，或者是很疑惑的。大盒应该是什么服饰类吧？哎，猜对了吧？鞋。嗯。看我这个养生鞋。鞋子也算对啊。哎呦，这非常适合我，最近天天熬夜，我现在穿上。没事，你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因为另外一个项目可能比这个刺激一点。更刺激。哇，好了，你们是不是？来，走两步，展示一下。走那模特的步伐，好，哎，对，下一个想画的环节，
但其实我们这个是有一个主题的。主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担心你，我们觉得选择恐惧症嘛，因为你不是纠结症患者，我们就给每一组礼物都弄了一个小 tip 小提示，所以你、哦、看后面我们可以给你。哦，那这个提示是什么？它叫史上最刺激。啊，这杯啊，史上最刺激。对，来，是不是？因为你现在正在承受着刺激，这个榴莲的味道，不是美好吗？啊，那是，因为你太爱了。这还刺激，是不是开心？什么梦想成真，不都是非常好美好的事情吗？那好吧，史上最美好。好了，那我们改名了，改名了，史上最美好。好，感谢林子。好，那我们就继续穿着这双鞋，然后来进行接下来的是吧？你，请你先站起来，走到那个转盘那里。奈何我手比较长。来了。这样可能呢会哎，怎么还是这个？再来一遍。好，好，再来一遍。好好，再来一遍。规则吗？哎，快点。绿水鬼的阴影里面，对小事有点、那个。从最大的开始。有点信任感。最昂贵的里面一定会挑最大的、嗯。最昂贵的里面最昂贵。看看这个不可思议的表情。耶、yeah, ！恭喜你获得美元钞票凳。哇、哦！高奖励大礼包赢了哦！它价格很昂贵的，你看看。我好开心！你这不像你坐在这么多人家的男士现场，坐在这么多鞋上，哇！提前感受一下，怎么样？还有没有感觉？有点怎么敲一段？行，那个，就是2023年这么多钱嘛，那个就工资是大家工资就是今年。我都熬夜了，熬夜了，这些钱全是大家工资，这个工资就是什么？就成绩吧，给我们转到我们账户。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请。年终分红，这正好咱还没那啥呢，哎，再加分一分啊。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你怎么能又还给我们呢？是不是？你得收下。那你送，我公证人送我100块钱，我不能花了。那你这你我不能花，就说明你送的不是钱。下一个什么爱马仕？哇，是吗？哎呦，不是，我们这个配色怎么样？格局少了，格局小了，格局小了。你不是说史上最昂贵吗？你看看你这不昂贵吗？你就看看它昂不昂贵吧。整呢？哎，恭喜你获得了美元毯子！哦，哇，好贵哦，好贵啊！是100万。我都不想听了。没有啊，其实我们这个那里面是吧，3、4、5、6、7，还有5个大礼呢，对不对？没选到。对，你只能说你没有选到啊。没有，我一猜这个是最烂的，然后那个。就是、然后你就想看他烂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说最昂贵，我就肯定不是这个真实的事情。你格局又小了。
这怎么能是最烂的呢？这多少钱？这多少钱？一百万。一百万，一百万。你看大家那个是不是非常贵？大家这二四年的这个支出也有了那个有着落了。来，还有最后一个。好，这就是离工作室二五年的资金。什么表情？红包，大红包。看现在这二五年我们启动资金多少钱啊？必须的。哇塞！来，哇塞，真的？真的。来展示。哇塞！恭喜你获得1亿元。这哇塞！这么大手笔。林思明是大手笔。这多少克的？声不太对呢。可能是负多少克呢？铁的是吗？你可以咬一口。你放心，它一定是金属的。感受感受，我居然相信了一下，我以为是一个金的金打的东西。是真心相信它是真的，果然，这说明就是我们工作室在二四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收入。好的好的，尽民吉言。赢俩了，还有一个了就。对，怎么有点失望的感觉？没有，开心。你们今年是个什么？我们今年是真的大礼，好吗？我们有的，但是你们要听，我们觉得他抢了，他没有好好听，对，不能怪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多么真诚的那个提示，是不是？就是想让你拿到它，对，是吗？你要再斟酌一下啊。好，刚才就是跟大家开玩笑，然后现在就是那个结束这个。对，我希望我真诚以待，然后你们也真诚以待我。从我们今年准备的这个礼物个数，你刚刚自己也看了，是吗？好，我选他了。不是你，你看你要是做吗？你还没有做任务，我得做准备选礼物呢。好。那就是换一个吧。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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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也是一样的。怎么这么多女团舞啊？我看我这件是粉色的，紫色的，这你们呵呵这，还有黄色的，我刚才摇到啥了？我不玩了，我就是我真诚一点。好了好了，就是大家都真诚一点好吗？想啥是啥啊，想啥是啥。我再来一次，来一次。他真诚了，是不是？真诚的选择。干啥呀？那除非你抢我。接受吗？这个任务。接受。嗯。这个接受吗？这最近看很多你知道吗？现在你看我可能也能，也不能啊，你刚刚差点说误会，就是也能稍微比划两下。没有没有，好，那就是后面就是我那个认真学习一段，对，然后录一个视频。可以，嗯。看你刚刚说的这个史上最热爱，以后我展示一下。史上最热，因为我看贴很多心，然后我刚才完了被他拿走了咋办？我刚才这些以为就是那就是每大家每个人亲手贴上去的，然后我感觉他一定就是非常真诚的一个选项。我都说了贴那么多，太明显了。他真诚的比我们的人数不多。是吗？拿吧。你刚才俩有点演戏。你要换一个吗？可以换。你们演戏的是不是？没有，我感觉你有点假的。就这个了，确定了，好，几号？不会吧？就是那些怎么办？我没选到的，就你们分一分，嗯，啊，那还是想想吧。你还是想要是不是？看啊，只要是高级、最聪明、最闪亮、最热爱、最遥远，就选他了。好的，最热爱。这声音也很熟悉，不愧是你最热爱的。拼图，乐高。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哇，可以。可以吧？可以。既有相机，又有那个。有没有很真诚？有。哇哦，乐高。来。
肯定要花不少时间啊。期待你组成的那一天。对。你是期待下面有什么东西吗？不是真诚一点吗？怎么有一半空了？太真诚了吧！我爸给商家打电话，这一点不真诚。怎么对我们这么？这不是我们的锅。看，有一半是空的。好，没事，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礼物，还是个胶片机。我家里好像有一个跟它长得很像的，胶片机，就是拼装的。哦。到时候把两个拼在一起，放在一块。Nice。哦。难道这个是游戏机吗？果然是时尚最热爱，看我们的提示多么的真诚。哎呦，时尚最热爱，热爱表演。你看我，你看我立马要开场。我在那个演戏，我没有什么，我以为这里边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演表演指导相关的什么？不是，但是我跟你讲，表演课食堂什么？哎，你应该别说了，我们有啊，没想到没有，你没有选中，没有选中啊？有这么好的东西？真有吗？对呀，当然了，都跟你说，跟你说要不要换呀？要不要换？啊，这是怎么什么？他们是一个东西吗？是啊，红白机。啊，插到这上，这个屏幕玩？对，就有一个电线，回头回头回头给。这俩人玩的。对，有两个手柄。哦，现在我跟金一起玩，咱俩不要玩 PS5 了。我们是不是跟去年不一样？是不是送到你心坎里的？是不是？说实话，我觉得你们应该今年应该真的有这个非常认真的给我准备礼物，但我好像没有抽到。鼓掌鼓掌，应该是得到了认证。啊、嗯，但这个也很喜欢，我没有说这个没有很认真。好的好的。对。但我们真正想送的其实。还在剩下的里面，那你想不想要？想、啊。在三天内完成隐藏，三天内。只要已经抽了，你想拿到？在三天内完成隐藏任务即可解锁。那我现在先拿，然后三天内解锁是这样吗？还是三天之后？当然是你先解锁完成吧。哦。好。但你刚刚已经说了，就是签字，你要同意的话就签名。好、哦，签在这儿吗？对，随意，哪里都可以，就是拍一个认证。啊？什么？哎，等会儿什么任务？我不知道呢。就反正就是别人同意了，我不会。先说说。什么任务？已经同意了。真的假的？真的。就开始跟一个挤眼儿，你先开始挤眼儿，让我一眼识破。七个，再打一个吧，今天。再选的任务。啊，再打一个呗。啊，行。可以。那你们选的吗？这个行吧？你们选一个。我们选那个唯一最棒。对，唯一最棒。我们用唯一最棒来做一句那个，来做一首四行诗。我做诗。对。啊。你做任务不是你不是让我们选任务吗？那我作诗做完三天之后了，就能，就是四行诗成了第一个字，为啊，藏头诗，藏头诗，哎，藏头诗，就我以为我没文化，太难了，为恐天下不乱，一明天就是我，对，最棒的就是唯一，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好吧，天古绝句，是吧？为了把礼物送给你，大家都捧场了。最后一个了，慎重。提示吧。这不是有提示吗？哪呢？这本纸上写着呢。这是提示啊？对呀、啊。哎呀，我以为那个你们在给我提示呢。那你这有？那我那提示我都刚才也没拿着，你们想送的。刚提示你问你要不要换吗？啊，这样那要换吗？要换吗？对啊，要不要换？要换吗？这个吧，还行，我觉得，但反正不是我们。那这个你觉得这个是你想要的？对，它也算你想要的。那这个呢？这个也还行，对，还可以。这个用换吗？这是什么？史上最闪亮。这个你肯定也爱。哎，那你这机会跟每期是一样，每一个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那太难抉择了。你，
天哪天哪，这要换吗？这个要换吗？现在已经在你身后了。不，我问你，我这要换吗？你怎么说？啊？你不爱这个吗？啊，那你，我以为，哎，好，我以为有什么别的这提示。我就要史上，三四五六，六吧。你刚六六大顺。不要这种。啊？刚不是不要这种。怎么了？这个之前是吗？啊，主要怕你浪费最后一次机会，就是不忍心。最昂贵的都已经选过了。那怎么三年之后都归我吗？你不觉得那看着特别值钱吗？你这又是高级又闪亮的。我叫这个，五号是什么？最高级。这是。对象只有一个，但也可以有很多个。你好，这是什么？所以它高级在哪里？它是什么？它是柯南的领结，它可以用高级定，然后可以变音。哦，好，下一个。别放弃，这个是真的非常高级。这是我们是不是这个后面我们这个就是发出来是吧？大家看一看，就是那个，可能就是，确实我工作室这个，我们先关掉一下，先私下商讨一下，我们再讨论一遍，我们再重申一遍，我们真的有准备超级 OK 的礼物，是你们没有拿到。没有，就是大家都很爱我，然后都很真诚，非常用心的给我准备礼物，只是他们可能语文不是很好，然后就是并不能做到词那个有点词不达意的时候，这是什么？手表、哇，超级炫酷的，好吧？怎么假的？有可能，我没这么的真诚，他是可以的。哎，抠的还是还手动的？不是，哎，你看我这什么叫史上最高级？这我都自己查出来的啊！有柯南代言吗？我还有亮的，我想选什么子弹，选什么子弹。我这麻雀蛋，这个火箭蛋，这个 BB 蛋，那只能说是我们送到了你心坎上，因为跟你现在戴的手表异曲同工之妙，对吧？OK。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给你们唱一首我没有唱过的。我唱这个吧，唯一怎么样？我选得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爱恨之无意。是因为人多的勇气，你不想证明我是你唯一。谢谢大家，拜拜。哇塞，这个真的是有点东西，这个。
对，戴上好像有点不一样。东西是吗？看看一根钢笔。它是最闪亮的，它的提示。最闪亮的是。哦，对。眼镜。非常一般的颜色。哇塞，非常闪亮的眼镜。这也有点东西。这是能闪吗？就这样啊。我觉得跟你这身衣服超配的，哇，这超酷的，对呀、啊。你看看，这是你刚刚要的吗？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才是我这个最热爱，对吧？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沉淀演技的超级枕头书。人生如戏。需要演技，有时靠颜值，更多靠实力。怎样把自己的角色完美演绎，表演好我们人生这部剧呢？我枕着他睡觉，演技会变好吗？梦里啥都有。哇哦！录下来。你不是枕着他睡觉吗？他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演技师叔都没用了，就是这个意思。I have a dream。A few moments later。再还有一个，史上最聪明。史上最聪明。让你随时随地背单词。嗯。我要这好像有点实用好像，这真的里面都是吗？真的是全是单词，全是英文单词，英文单词。哇，这好像有点实用感觉。真的有人在用吗？这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实用。当然了，每一个努力刻苦学习的人，身边总有一些小道具。那这个看起来像很像酒店阿姨放在那个马桶旁边让你备用的那个纸，就是它的归宿好像都是那个马桶里面。这好挺好，这个非常实用，谢谢。大奖，这什么？最什么这是？最遥远。刚才我敲的时候，你们把它放底下了，是吧？没有啊，就在这里呢。哇哦！豪华海外旅游。耶、yeah, ！我们今天的终极大奖耶！yeah. 然后呢？这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吗？啊，这是这块，这里边是啥呀？这里面是假象。啊，这么臭！这是矿泉水。什么？这是假的吧？这不一看就是假的吗？对，这是一个代理啊，这是一个机票。对。哦，啊，是这个意思。哇哦，这是那个 go to 哪儿啊？这个是。想去哪儿？看你。是吗？对，真的吗？不然怎么会是压轴大奖？可以去几个地方？一个啊、有回程吗？哈哈，搞笑的，哇哦！谢谢，真的吗？什么时候？随时。哇，大手笔！那我就挑那个，就看哪圈最贵，我就去。哇，我要去一个可以看极光的地方。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这样子感觉粉丝会觉得我们天天就是逗你玩，你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了。对，真的你们这个东西我刚拿到以为是假的。哇哦，好的，我要好好斟酌一下我要怎么去兑现我这个生日礼物。值不值？值不值？对对，今天的一些值吗？值。谢谢天天出来电视。哦，好累，我们极光来放一段影片。大功啊，来来来，让你看一下最美极光。小朋友，这不是你说极光，你好歹真的弄个假极光也行。买不到，不好意思。这也不是极光，这是水光，这是湖光，是吧？极光绿色的。你说极光好歹给我多几张照片也行吧？对，极光是没毛病。但是呢？谢谢。现在还不敢信，我们担心还有反转。就是
等拿到这个真机票的时候才是真的真的。对，现在反正是最后一代。好的，最后一代。我现在就刚才那段我删掉吧，然后我非常真心的说我什么兑换这个礼物。就是他已经怀疑人生了，现在已经不敢相信了，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真的，老怎么忍不住了？谢谢小智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能够在今天收到大家的祝福，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刚才许愿的时候都有大家，对，希望大家2023年都可以非常顺利，非常开心。生日快乐。